北京时间3月11日，美国著名自行车选手凯利·卡特琳被发现在家中去世，年仅23岁。他曾连续3年获自行车团体追逐世界冠军，并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获得女子团体追逐赛银牌。在个人追逐赛方面也是优秀选手。卡特琳的父亲马克表示，女儿是自杀。他曾公开表达过对同时作为学生和自行车选手的迷茫。美国自行车协会也发布声明悼念卡特琳，表示会深深思念她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